我又来到了济南镇雕塑瓷厂啊，周末有个地摊集市，这边在摊上面看到一个碗，我们问问，这边有些残的我们就不看了，标本可以选择。这边有些宋代出土的一些铜镜和碗，主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六进六缺的一个盘子，南宋的，然后一二三四五六，在六根这个金条，我们叫六金，有六个小缺口，所以叫六进六缺啊，一点小冲线这里。哎，老板，800卖不卖？卖就拿去。现这个最起码2-3千块钱哦。2-3千呢？2-3千。不能卖哦。有冲啊，没冲是一个价了。我是自己买的碗，可能不认识我，他们都认识我。我老买的，还小亏一点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卖亏还卖它干什么了？买一个东西来亏一百五，买十个东西亏一千五，这个尺寸还可以吧，有个15-16公分，尺寸还比较大，但是边上有点小飞皮那种小毛病。那这个釉色相对来说还可以，然后旁边几个有那种牡丹刻花的，就是都冲的挺多了啊，这种牡丹刻花的超薄的这个标本挺不错的。从小学习卖古董，租不出不租就走了。这里还有一些瓷片标本，这边有个六进六缺的标本给大家对比一下啊，这个也是老的，这个釉色呢就明显没有我们刚才选的那种釉水好啊，青绿色，尺寸呢也比较小啊，这个没有我们刚才那个大，所以我们刚才那个其实非常非常难得啊，又大釉水又好，釉水基本上跟这个比较接近，大家对比一下这两个釉水，你们一比较就能够出来啊，所以还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刚才买的那个釉水跟这个很接近，但这个也是残的，也是破的，所以有时候淘一个东西是靠眼力也靠运气啊，不容易找到的。新的这种六金的这种碟子看到没有，釉水是极度的完美啊，完美到你不敢相信啊，那确实是也不能相信啊，包括这个底足也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肯定是有区别的啊。那多少钱了？我问问你，最低多少钱？对，太高了也拿不了。这么大放在家里当宝贝啊？行了，差不多了。保本卖给你了，这个是。不是保本，我们买。转账买去了。这个市场价其实蛮高的，好几千块钱啊，捡漏了。到时在直播间给大家详细的分享放漏啊，师哥一起淘老货，关注学习，拜拜。